好，我哋今次咧係講到咧係節拍同埋樂器同埋咧聲樂嘅。咁咧，我而家講啲節拍先啦。其實咧，呢個就因為所有嘅樂器都係要一定有節拍嘅。咁呢個最簡單嘅，即係四分音符，即係一拍即係我哋通常我哋就話一拍一拍咁樣啦。一個巴裏面有四拍咁樣。咁我用呢個咧就係、是、好似打鼓咁，我打嗰、那個寫個數字出嚟咁啊，嘣嚓嘣嚓，呢個最基本噶。就係 one two three four 一齊講啊 ，one two three four，one two three four， 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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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似打鼓一樣嗰、那個，即係個節拍，呢個最基本嘅一個節拍就一二三四。咁你發覺咧，嗱，當我數拍子嘅時候咧，你聽到咧係好肯定，同埋唔可以 one two three four， 唔可以咁，一定要好肯定啊 ，one two。3, 4, 1, 2, 3, 4，一定要好肯定噶，但亦都好輕鬆嘅。好啦，即係我而家講一啲簡單嘅樂理啊，就係半拍啦。咁咧半拍咧就係數有個 and， 一齊讀嚇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好啦，嗱如果打鼓咧，因為我蘇咧就當係高音，度咧就當低啊。蹦蹦擦，蹦蹦蹦擦，蹦一齊講啊！蹦蹦擦，蹦蹦蹦擦，蹦，即係呢個就係將佢拆開做半拍啦。蹦蹦擦，蹦蹦蹦擦，蹦呢個半拍，大家知道一拍半拍啦。咁然後咧就係兩個常用嘅節拍，就係咩咧？第一個係蹦擦，蹦蹦蹦擦，蹦，即係第一下咧就係一拍，第二個咧就係半拍半拍咁啊！一齊唱啊！蹦擦蹦蹦蹦擦蹦蹦擦蹦蹦蹦擦蹦啦！點解我綠色嗰個即係擦嚟嘅，即係一二四拍咧就係高音嘅，即係個鼓就係擦咁啊，所以就用個綠色。同埋咧，我都講一講咧，就係中國人拍掌同埋美國人同埋非洲人拍掌係唔同嘅。嗱，譬如一首歌嚇，試一首歌嚇，我有這氣多。等先，而家你哋咧四拍都拍曬，唔緊要。OK， 我用另一首歌嚇。主的愛無盡多，我一生都有。OK， 好，嗱，呢個咧就係典型嘅中國人嘅拍法嘅，就係一三拍嘅。咁咧就我用另一首歌，有一首歌《和山》啊，《和山》啊。和山啊，和山啊，在那至高处。好啦，嗱，你嗰拍法咧就係呢個係典型中國人嘅拍法嚟噶。但喺美國同埋非洲咧，佢哋係教人唔好咁拍。嗱，你留意一下呢個分別啊，唔係花嘅問題，而係一個拍嘅問題。我拍俾大家睇，我拍兩個方案俾大家睇，大家睇留意一下我嘅分別嚇。和山啊。和山啊，呢個咧就係好多人嘅拍法嚟，即係中國人啦。咁啊，另一個咧就係咧非洲同埋美國嘅拍法 ，OK， 就係咁啦。和山啊，和山啊，因為我好難重做嘅，我用呢個搖鼓嚇。譬如咧，通常嚟講咧，喺非洲佢哋嘅拍法同埋美國歐洲嘅國家咧，好多時都係咁嘅。和山啊，和山啊。我山啊，在那至高处。我山啊，我山啊，我山啊，在那至高处。嗱，好啦，嗱，你想拍嗰下你就唔好拍，你唔想拍嗰下咧就拍，即系普通咧就我山啊，但系佢咧就系我山啊，我山啊。我山啊，在那至高处。嗱，好啦，我而家想你留意个分别啊，留意一下。我山，我山啊，我山啊，我山啊，在那至高处。嗱，另外一个拍法啊，我山啊，我山啊，我山啊，在那至高处。有冇留意一啲分别啊？用搖鼓分
唱会美一点。我山啊，我山啊，我山啊，在那几高处。个分别系乜嘢咧？佢系轻松啲噶，系活啲噶。譬如话，主的爱无尽多，嗱呢个就系中文拍法。主的爱无尽多，我一生都有。即系呢个咧拍法咧系轻松好多噶，系好唔同噶。咁咧呢个咧就系、是、即系想俾大家知道咧嗰个拍掌嘅方法。如果你即系你呢、这个系你要学嘅，要改嘅，点样改呢？你想拍嘅話，你唔好拍。不過你喺你嘅教會咧，可能會有困難。你喺教會可能有困難，因為佢個個都唔肯拍法。你喺呢度咧可以咁拍法，咁咧但係你上網睇咧，你會睇到好多。你睇下啊，即係啊，睇啲佢哋有拍掌嘅音樂咧嘅敬拜歌咧，你留意一下。即係如果係西方嘅咧，多數佢哋就拍二四拍嘅。OK， 首先我哋知道咩叫二四拍，一二三四拍。你普通你想岌頭嗰下就一拍一三拍，即係譬如主的愛無盡多，我一生都有。咁咧你就唔好喺嗰下嚟到拍，即係呢個就係、是、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是、即係綠色嗰部分咧，就係、是、即係我想你拍掌嘅地方，即係嘣嚓嘣嘣嘣嚓嘣嘣嘣嚓嘣嘣嚓嘣嘣嘣嚓，即係咁嗰個節拍咧就會輕快好多嘅。第一個咧就係嘣嚓嘣嘣嘣嚓嘣，呢個就係除咗第一拍之外，全部兩下。咁下一個咧就係、是、第二四拍咧就有啊半拍嘅嘣嚓嘣嘣嚓嘣嘣嚓嘣嘣，呢個其實只係一個常用嘅，唔係一定係必定係咁樣樣嘅。好，下一個啦，嗱、这、呢個咧就係十六分音符啦，就係話咧四分一拍。咁咧有個名嘅。就係 one yen 啊 ，two yen 啊，一齊唱啊 ！one yen 啊 ，two yen 啊 ，three yen 啊 ，four yen， 就係一拍裡面有四下。呢、这、一個咧係令到音樂咧係，如果你能夠彈奏音樂嘅時候係能夠有呢、这個將一拍分開四下咧，就會活潑好多嘅。嚟一齊再試下嚇 ，one yen 啊 ，two yen 啊 ，three yen 啊 ，four yen 啊 ，one yen 啊 ，two yen 啊 ，three yen 啊 ，four yen 啊 ，OK， 呢個就一拍分咗四下，好啦。嗱呢度咧就係、是、顯示一個有動感嘅節拍嘅方式，一個一下呢、这個節拍咧已經可以將嗰個彈奏咧係好大改變，或者打鼓好大改變嚇。嗱、啊、呢、这個第一個咧就係啱啱示範過㗎啦，係咪啊？一齊唱歌，一齊唱啊！嘣嚓嘣嘣嘣嚓嘣嘣嚓嘣嘣嘣嚓嘣。好啦，下面一個係點樣咧？你睇到個嘣嚓嘣，就將佢拆開十六分音符，拆開一半，嘣嚓嘣嘣嘣嚓嘣嚓嘣嘣嘣嘣嚓嘣嘣嘣。叉嘣嘣嘣嘣嘣，叉嘣嘣嘣嘣，叉嘣嘣嘣，即係呢個叉嘣嘣嘣，對唔住啊！我用呢一首歌嚟到示範啦。識唔識呢首歌？記住，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記住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好啦，大家留意第二行嗰度嗰個拍子啦。就係、是、祝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就係如果數法者就係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有個將嗰個半拍分咗兩下，睇得到啊？嗱，一齊拍嗰個時間，祝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祝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最親愛嗰度咧，最親愛的伴侶，再試一次啊！祝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呢個哒哒哒哒哒哒，一齊拍，啪啪啪啪啪啪，叉叉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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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呢個咁嘅節拍咧，可以將你嘅音樂好大嘅改變。即係話 instead of 唔係話用嘣嚓嘣嘣嚓
擦嘣，然后咧嘣擦嘣嘣嘣擦嘣擦嘣嘣嘣擦。咁我用弹琴或者用弹吉他咧，或者打鼓咧就更加容易示范呢样嘢咁。我们 two and a three four and a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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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唔听到啊？听到。一齐唱啊 ！One two and a three four and a one two and a three four and a one。分別嘅就係咁樣一彈咧，嗰個節拍即刻唔同啦。我試一示範嗰隻先嗰幾種嚇，譬如話，哈利路亞，哈利路。而家我用緊一個節拍，聽到啊，嘣，擦，嘣，擦，啊，嘣，擦，嘣，嘣，嘣，擦，嘣，你聽聽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聽唔聽到啊？有冇留意到啊？你試下咧，跟住佢唱啦。我一路彈嗰時，你跟住唱。哈利路亞，哈利蹦蹦，哈蹦蹦，哒哒哒哒哒。而家我唔係叫你唱歌，我係叫你唱鼓啊。哈利蹦蹦哒，得唔得？哈利。將佢分開兩下啫，咁樣你已經 OK 嘅喎，即係彈琴其實好簡單嘅，即係可以，即係起步係可以好簡單，就係 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就已經得喎，即係所以我想大家睇到唔係話難得好緊要嘅。好啦，嗱如果加埋呢個 one two and three， 嗱聽聽咯喎，聽聽個分別咯喎，睇唔睇到啊？哈利路亞。但我將佢彈一彈，轉一轉。其實我想話俾大家知，你只要認識呢啲和弦嘅彈法，無論你彈吉他或者彈琴或者打鼓，都係用呢啲咁嘅變化啫。我而家試下用變化嚟彈呢首歌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出嚟嘅啫喎，即係我即係話唔係好難學嘅，主要咧係鼓勵大家有信心。呢個吉他仲有一個節拍喺呢度，呢個 one a two a three a four 一齊啦 ，one a two a three a four a one a two a three a four a one a two a three a four。好啦 ，one, a two, a three, a four。好啦，停一停下啦。譬如學吉他，如果最簡單嘅就係 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嗱，呢個係一個最簡單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轉一轉咧，就係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俾你聽，就係呢個節拍。所有樂器都是差不多的原理的，不過當然的彈法是不同的。吉他和琴呢，哪樣最快上手呢？是琴，因為琴呢你最簡單的就這樣彈，蹦擦蹦蹦蹦擦，很簡單的。吉他為什麼難呢？因為你要按實它的線，手指會痛。不過呢你進步多一點，如果你按到基本的呢，你進步多啲係吉他，吉他進步係會快啲嘅，鋼琴咧就難啲進步嘅，但起步咧係容易嘅，即係起步差唔多邊個咧？所以啱啦，仲因你示範教你哋嘅時候咧，你就係跟住彈呢個基本嘅嘣擦嘣嘣嘣擦嘣，咁就已經係首歌已經出嚟，即係可以唱到歌，即係屋企彈到嘅，唔好覺得係好難嘅，係彈一啲基本嘅和弦咧就可以好快脆。我試過教人一堂咁，即刻已經識彈嘅咯，即係即刻識彈到嗰個和弦出嚟係可以嘅，所以你有心學咧係並唔難。咁吉他咧其實亦都唔難，不過你因為要學到撳實嗰、那個同埋轉得好快啊。鋼琴都要轉，但係鋼琴咧，因為佢淨係咁撳落去咧就比較容易啲嘅。即係我只係想鼓勵大家，因為咧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學到一樣樂器，係好大嘅幫助。咁仲有一個Q-chord嚇，嗰、那個亦都係一個好容易用的方法來的，一個很容易的樂器可以用出來。那當然如果我們懂吉他和琴呢，就不會想用 Q-chord， 但那個是一個容易學的樂器，是、啊、即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學到的。好、啊、當我們表達音樂的時候呢，唱歌譬如一定有共鳴的聲音，即是這個要學呢，待會阿 Mandy 會跟大家一起練習的。那你也都音樂有興奮的聲音，就是說彈琴一樣的，有興奮的，亦都有柔和的，不要整首歌都一樣的，有充滿感情的聲音，還有有快有慢，這個就是表達。但這個呢就不是亂的，而是你感受的音樂，你想怎樣表達就怎樣表達，唱歌都一樣的，即是你不要用同樣的方法 去唱。那 有感情和被聖靈帶動的聲音就是怎樣呢？即是說呢，個音量會改變，音質會改變，速度會改變，感情會改變，即是話有激昂的感情，有柔和的感情。咁咧就啊，我而家試翻。Oh
赞我，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哈利路亚。好，系咪发觉嗰啲乐器同埋个声音一路改变啊？系啊。随着我想点样表达，我就点样改变。当你咁样练嘅时候，同埋你就咁唱。多爱多了你，你更多在我身边。多爱咁嘅时候咧，系冇乜感情嘅表达嘅，但系你系可以啊，更多嘅爱。多爱多了你，你更多在我身边。我要敬拜你，准我的心意。我要敬拜你。准我的心灵，我要敬拜你，准我的力量，因你是我主。即是说我们可以随着我们的感情，你可能开头觉得很困难，但你就试试放一点，在家放一点。如果你弹琴呢，买琴一定第一，我就想买，即是你应该买个好一点的。你如果你不买到就不要买住，因为你迟些你会后悔的。咁可能咧，因為咧你買一個靚啲咧係會好啲嘅，即係我嚟講，我見到電子琴就音下即係比較好啲嘅，同埋一定要係 touch sensitive 啲，大力佢就大聲，細力細聲。有啲琴咧，你無論大力細力都係一樣嘅聲音咧，係真係學唔到嘅，因為你彈出嚟咧咩音都係一樣嘅。咁呢個就係嗰個音量大細聲，所以我哋練唱歌嘅。即是有大有小，能够有共鸣，有力量的个音质，即是音质其实呢很多不同的变化的，有些呢是可以比较粗豪，有些是比较柔和，还有速度感情是可以变化的。 OK， 这个呢是其实那些学鼓的学到了。其实学鼓呢这个大的圆的就是 bass drum， snare drum 就是叉嘣叉嘣嘣叉嘣叉嘣嘣叉。其实你听惯呢啲乐器咧，你自己可以唱鼓喎。你唱鼓咧，你就有节拍感。你弹琴啊，唱弹吉他，全部都用到嘅。嘣叉嘣嘣叉嘣嘣叉噔噔叉嘣叉嘣嘣叉。咁你自己就跟住，哦，跟住你就会可以转变化啦。咁 ，OK， 好，睇下先吓。弹吉他咧。就要咧點啊？隻手指直落嘅，要唔好 high 到隔離線，要直落。咁咧就所以隻手咧盡量褪出嚟，讓佢能夠直落嚟。咁啊手指功咧可以喺側邊或者喺佢嘅後喺個後面，但係咧就腳手指功咧就唔好彎嘅，係直嘅咁啊。咁咧就最後我就再講一講翻呢個共鳴嘅聲音嗱，因為 Mandy 都會講嘅。咁共鳴嘅聲音的而且確咧，即係係難學嘅。嗰陣時我個老師講，佢話如果一個人半年學到共鳴咧，係天才嚟嘅，係好叻嘅。有好多人咧學咗好耐都學唔到嘅，因為係難嘅，係難嘅，即係學到嗰、那個。但係你恆心嘅時候咧，係可以得嘅。咁係唔知係咩共鳴啊？我會解釋嘅。共鳴的聲音其實你先聽我唱歌就是有共鳴的聲音了，即是說 是引起個頭腔、鼻腔或者胸腔的響聲。其實我講嘢已經是有共鳴的，你聽到的聲音是很響亮，周圍響。你想想雀仔，雀仔就是有共鳴聲，它很小的雀仔一叫的聲音不是這樣的，一叫是衝天的，個聲音咧係穿透嘅，咁咧就我哋一間 Mandy 都會講嘅，咁我唱歌同我哋而家一齊起身練一練下，即係嗱佢因為佢跟嘅老師同我跟嘅唔同啊，所以嗰個方法有啲唔同嘅，不過唔緊要，個個都可以學下嘅。咁一間可能大部分人可能都會學唱歌，有啲想學樂器嘅就可以學樂器啦。咁啊，首先第一學到咧就係個肺啊膨脹嘅時候咧，係嗰啲氣 hold 住，放鬆曬，吸氣。吸嘅時候咧，個肺唔好向，即係個膊頭唔好升啦，就係、是、只係咧向前向橫。所以咧，你就可以咧，就喺個鏡嗰度，你喺屋企咧喺個鏡咁啊。你沖涼之前咧，你就將個手放喺個肋骨
側邊同埋前面。咁你呼吸嘅時候咧，前面側邊又喐，前面又喐，喐咗之後咧撐住。嗱，呢件衫咧撐咗氣咧就會啊，即係冇咁潮啦。當你啲氣一收咧就潮啦。咁你練氣咧，但係第一樣最緊要嘅練，好似汽車車胎漏氣啊！即係喺度撐住，咁你得閒咧就練，咁你又下一個就練音啦。衝上去，即係唔好向前，而係向上嘅。哦，好似打下鼓咁樣，好似打鼓。哦，好停一停下，好似打鼓。咁你花幾多年？哈利路亞。Hallelujah！ 咁你喺屋企咧可以一路用個琴咧，喺網上都有嘅。你揾啦 virtual piano 或者就咁你揾琴咧，網上嘅鋼琴你就咁就可以彈到個音出嚟。咁你跟住佢一路升啊，就最重要咧就係話你啲氣咧係唔係向前？向前係邊啊？嘛？媽，咁就變咗唔會引起個頭腔同埋鼻腔嘅共鳴。媽，媽，媽，嗱，我一停你就停啦，同埋咧放鬆，聲音放鬆。媽，就可以咧係即係話。個聲音係鬆嘅，咁你一路練到呢度咧係好鬆好鬆咁，咁樣練到唱。咁第一樣嘢嘅做咧就點咧？就係啲音連音啦。當愛多了你，你更多在我身邊。連個音，即係個音能夠咧係保持，並且可以有大有細。哦，即係可以大，可以細咁樣。咁你就留意下個聲音咧，係喺邊一度，邊一度。咁如果你話我樣樂器都唔想學啦，咁你就學唱歌，因為學唱歌一定有幫助嘅。你用氣用到咧，你。keep 到啲氣，咁你已經進好大進步噶啦，已經係好大好大進步嘅。你嘅氣能夠連貫咧，就已經好大進步。咁你日日練打合路，停一停啊，停一停，停一停，好似真係打合路。想唔想能夠敬拜啊、唱歌啊、樂器啊，能夠好自然去學？其實我哋先示範俾你睇鋼琴就係話，其實唔係真係難，唔係好難啊！你就係咁咚嗒咚咚咚嗒，咁就彈到首歌出嚟㗎啦。其實係可以好簡單、好簡單嘅方法。咁咧就當然你彈得好咧就另一回事，但係基本彈咧係唔係好難嘅。啊，即係我會話彈琴係第一樣嘢，吉他。打鼓又係好容易，打鼓係節拍，不過打鼓你唔可以自己打嘅，即係一定要配合人嘅咁。